家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来，我送平安粿安尼一个斋啊！我相信，虽然伫咱外口集体生命，外口的集体感觉会野生会忝，但是我相信伫咱心内底一定真欢喜，因为咱有知影讲。一条路要行对倒位去，咱若捌伫外国开过车人，你就知影，逐项拢唔惊，就是惊驶唔着路的。驶对这边嘛敢是，啊驶对这边嘛敢，吼、哦，不管开对倒一边，啊像拢唔对。尤其听讲惊船的人嘛是这个心情，但是咱已经失败了60吨。60多吨，拢总到底要行对倒去，拢无了解。但是今仔真欢喜吼，我第一届来听到咱这个论述的时阵，心内感觉讲，较早甲咱讲的人，拢总一项一项甲咱应验。我是代表台中州来向大家分享讲，咱台中州后届要建立。不是干台中州尔尔，是全部台湾会当六位州长甲中央的叫老员，每一个人、头壳以及所有的人，拢想着一件代志，就是台湾是咱永远要徛起的所在。当我下载听到何瑞言何老师咧讲到这个美国精神。我甲做一个分别，感觉讲咱台湾人，互中国安尼教育之下，已经变作逐项当中用一个方式叫做用臭蛋。因为我自己那时阵，感觉看到别人来一直咧骂伊囝时阵，拢骂讲，你若无听话，我等下要甲你爸爸办起厝袂定。我囝那时阵，我真好奇。对遐一直甲等，我想讲，你敢有法度等伊？啊，伊等你，啊你若歹，佫甲，啊你敢有法度等伊去甲面顶？所以呢，到落尾才知讲，这是一个夸大吼夸口。尤其咱若是生活伫庄脚的人，拢会常常听到侪侪人的思想，拢一直互捆绑。咱会伫庄脚看到厝边隔壁人，拢会去讲到一件代志。啥物叫做传统的法律？啥物叫做正式的法律？我一届捌拄到一个因家咧分财产，啊，因婆婆来甲我讲，你感觉财产阮家四个兄弟啊，爱分几分？我甲伊问讲，啊，你唔知感觉爱分几分？伊甲讲，当然大囝加一分。我煞来甲讲，唔是，是爱分6分。伊讲是安怎？因为你讲互我听，所以嘛爱分我一分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伫咱这个过程内底，有一个传统的不成文的规定，无成文的规定，逐项拢是听人讲。啊，古早人拢是安尼，所以咱伫只受训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爱找回、敲锤古早咱保有日本精神迄个时阵的对待人甲人的对待。我感觉讲古早看到阮阿公伊家欠一个钱，若写伫这个壁面顶，这比落契约还较准。因为迄安尼看壁，偌济，欠食偌济，拢真准。将来毋捌去甲人冤家过，毋是干咱冤安尼尔，干咱所有的人拢总是因为用一句话来讲，咱这个秩序就拢会当维持。啊，不过我看到即卖现代社会，囡仔拢用甲你争，争输佫再争，啊争输佫当伊叫伊爸爸妈妈过来争。啊，证书才较尾拢无法度证的时阵，再甲你讲一句讲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
这是咱已经社会失去一个秩序的所在。这不是干咱法律，包括教育，拢已经出了真济大大的问题。所以现在，咱是建立着听过讲美国这个基本精神，伊应该爱做的物件，就是爱将一个制度爱甲伊用啊好。但是伫咱最近咧努力的时阵，每一天我拢看到、听到咱这个进度愈听是愈欢喜，因为咱这毋是咧做白日梦。我感觉讲，这是一步一步向着目标安尼一直行去。所以呢，咱后边咱的政府是要做了民人民的瓦壳。因为长期以来，咱的人民拢总是发生着代志了，拢总是去找足侪议员，找足侪啥物货，伊确实袂用讲，我来依照法律的途径来讨回我应该爱有的权利，伊拢是要找人去解决，这是咱真可怜的所在。甚至有的人伊感觉讲，咱讲话中间拢无咧照这个道理的时阵，要安怎？而且是真欢喜吼，我感觉以咱这个台湾目前出现了真大的问题，就是教育，因为咱教育一直甲咱教、甲咱骗，亲像讲，咱有当时咧教小朋友，一旦看到讲妈妈安尼教囡仔讲啊，这就该来用骗的，甲骗落去，还是讲甲骗返去。我相信这咱常常听到，但是这是真无拄好的代志。甚至人甲人中间讲话迄种夸大，唔知是我这种人头壳较单纯，还是安怎？我已经讲咱的教育出现了真大的问题，就是这，因为我一届，我读高中的时阵，老师叫我读一本册，叫做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。当这部《少年维特烦恼》这本册时阵，伊叫阮读了，爱去写心得报告。结果我嘛甲写了，我才知讲，嗨啊！我拢一直想无一件代志。伊的书名叫做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按古我甲读作《少年维持的烦恼》，所以我用《少年维持的烦恼》这个题目一直甲发挥落去。写几波，结果拢无写到维特。按古阮老师嘛足奇怪，竟然伊的评语甲我写一个腰不打鼓。结果我看别个同学，只要你若写足济，就是拢腰不打鼓，根本无咧改。第二遍的时阵不写到，我想讲奇怪，这老师敢若无改的时阵，那是无咧改，用心咧改改。我想再阻止甲写一句，咱的国文老师笑袂。啊，怎甲搞水？结果嘛，顿一下，囡仔佫滚了回来。所以这是咱伫国内内底老师咧改作业，不管咧教册，已经出现了一个真大问题，就是讲你只要读册第一名就好。所以第一名学生来做啥物事拢当对。我感觉我伫国小甲大汉上届下卖就是美术，但是因为我功课袂歹，所以美术拢九十八分。足奇怪，我讲我拢无画半张，啊画嘛袂足歹个，啊写来九十八分，这就是老师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。啊，不过真侪囡仔，伊个艺术真正袂歹，伊个音乐真正袂歹，但是伊个数学、伊个国文考了真歹，所以相对伊个只个分数人对了真歹。这是我一直我这个朋友。伊目前已经伫辅仁大学吼，要做系主任的时阵，美术系应用美术系的系主任，伊咧甲我讲着即个台湾人的心声，我就感觉讲，哇，咱太济太济，应该去改进。所以，咱拢爱去建立咱台湾应该爱有的制度。我相信台湾人就是制度已经无去，已经互共产党用一种。到底是要安尼，还是要安尼？
尤其是我囡仔，常常都予大人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到底骂安怎，我拢毋知影。亲像讲，阮隔壁有一个阿叔，因个先生我叫阿叔吼，伊逐摆来阮兜拢讲，真济迄话我拢听无，毋是听无哦，听甲真清楚。伊逐摆来，拢咧表现着讲，伊较早真艰苦，哦，伊较早吼，生活是安那歹过，安那歹过。但是伊较尾拢会强调一句话，讲，一句话是较无文啦吼。伊拢讲，但是我人怕病难过。伊一过来阮兜咧讲着伊艰苦的时阵，我才甲回答讲，奇怪，是安怎你咧艰苦的时阵，啊，迄个病咧，啊，你就会当过生活。啊！你即摆哪袂晓搁甲订咧？吼、哦！我甲伊讲，啊！你哪来搁订咧？搁订一摆就过啊！伊煞举一支叉伫家中。这是我生活中间一直互我想无的所在，讲奇怪，到底是咱较空，还是迄个人超工咧找咱麻烦？吼、哦！明明是你讲唔对话，但是你哪会拢变作是我？我乌白讲，所以呢？伫遮个过程内底，我一直发觉着即个教育，我真欣赏着真济日本老师伊迄个教育。因为有一届，阮个老校长伊是受过日本教育，伊平常时是真歹，伊当安尼看着囡仔无好势，嘴皮就发落去，伊种个歹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奇怪。刚刚我经过四十岁了后，我一直真怀念这个老师，这个校长，因为伊一届歹到还起来冻袂了时阵，啊，我嘛足作业吼，我遐做一块蒙牌，啊写这个老师的名的蒙，这个校长的蒙，啊，就当啊招五个同学伫遐在甲哭，讲哇，你那死到这冤枉啊，但是伊。对阮后壁出现的时阵，阮拢唔知影。伊雄雄站起来，反正甲讲，哇，惨啊！即届转向讲一个，可能真惨。但是我发觉到，这种精神的校长，受到日本教育精神的校长，伊甲伊讲，有一日阮若死去，你若会当安尼哭，我真欢喜。啊，就叫阮林教授。我想阮迄时阵裤底拢湿一半。所以伫遮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，是安那咱甲日本，予咱遐尔啊高水准的教育，今仔日咱的囡仔已经拢无去。我看到咱的囡仔，一直甲小的安尼融入的时阵，拢一直无法度。当我看到因咧参加百家讲，拢讲因真威风，真好，真牛。当我坐车去甲一个大学生。我咧甲伊交谈的中间，伊甲我夸口讲，侏罗纪公园岛规个我拢买起来，有闲来遐佚佗。我讲啊，你买伫倒位？伫电脑内底。我讲啊，迄边来入去耍，啊，你着上网吼，啊，编辑吧。啊，你毋是真正伫内底吗？啊，我内底佫创作一个宝藏。我讲安尼是变哪入去？所以咱会当听到遮时阵，你会当发觉着讲，咱是少年人。咱台湾的囡仔学子已经遭受着这种困扰，遭受着真济社会上不应该有的所在，感觉一直予人用这个思想，甲咱吞吃，一直甲咱吞吃。咱家己做啥物歹代志，拢已经感觉迄拢无要紧。所以，而且我相信，咱用心就是要去甲伊恢复转来。我嘛一直真挂住讲。当咱有一日看到这个健全的时阵，咱首先爱做的，并不是讲要建设，是感觉咱心内的建设爱先第一个来建设也好，因为咱的心灵的建设已经真久拢无去做，真久拢真饥渴吼，感觉讲伫咱心内的建设已经拢真吼摧残到一个地步，已经用要无人性。吼、哦，平平安尼讲起来，伫咱遮在座各位，吼、哦，尤其看到有个人，大家互相，伫咱遮咧学训练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咱拢看到讲，哇，咱就是为着明仔载一个真水的目标，
当咱听到每一个人咧讲到宪法，迄时，迄是硬壳壳的物件，迄是甲咱息息相关的。迄是咱后界咱一个目标，要向伊呾行去的一个指标。毋茫讲，伫即个短短分享内底，会当不再度吼，又听讲咱的头壳到底是偌济，拢总毋知影。所以，而且也真欢喜，就讲咱会当每一遍来参加，咱的头壳就愈清楚一届。我真欢喜，会当看到讲好佳哉，我无去对落着迄种思想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足注重孔孟思想的人，伊常常拢甲别人讲，即、這个孟子的思想则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。但是我感觉讲是毋对的，因为伊我阿公甲讲的，甲我妈妈所想的拢无共款，所以常常比较冲突。按佫较落尾，听过即个郭牧师伊甲我讲，咱头壳是安怎拢毋敢去想象。咱会看到讲，咱的囡仔若去到一个所在，拢毋敢去发挥伊的想象力，拢甲局限讲啊，我就是做好家己就好。所以，我问过真侪，咱看咱的宗教信仰内底，真侪去算命人，伊拢去算着家己的好；算命人，伊袂去算着家己。我一摆伫台中市的街路，伊甲我讲，你敢有想要改什么物件？你想要求什么货？我想想甲讲，你看我当吼，改一个名。啊，将全部台湾人拢甲变到真好，伊讲这无法度，但改当然改我一个。啊，不过我想想嘛，唔对咧，啊，敢若我好嘛无效啊。所以，而且咱会看到咱即摆街路算命的人愈来愈多，是因为因已经失去方向，所以真欢喜。咱今仔日来这时阵，唔免找算命的，嘛免找讲一寡宗教信仰。咱只有来看到咱的真理，会当一步一步行出咱台湾要行的路。以上，谢谢。咱即马请何州长来咱做介绍。各位真辛苦啦吼，安尼，拄仔要食饭的时，啊，阮这个小姐姐吼。那小明姐讲，啊，家己坐咧去度假，拄只，咱个郑处长吼，啊，你唱迄条妈妈故事啊，啊，十七单啊，尾仔变有家己啊吼，迄条歌个故事是嘛？我想哎，啊，这条歌我听起嘛足熟个咧，啊，这条歌我定定唱红听咧，啊，但我会讲足熟个，就是因为我这条歌是台语个，我细汉个时学是台语吼。啊，我这台语的歌词吼，我来甲大家读一下吼。伊讲，细汉想养饲一老母的身边，你着想彼时的情形，心劳苦，心烦恼，为着你来医生，拢是毋忘你的德行。老母目屎哪天落雨，流落亲像春天甘露。明日为你烦恼，伤心少年祈祷，你将会袂记得你老母。啊！我们听着调唱这条歌的时候，讲歌词，安尼这大概是去饲着歹囝的妈妈咧唱的吧？哦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唔知妈妈讲，啊，你敢会袂记咧？我古早甲你顾啊，遮辛苦，安尼，怎啊变歹囝？啊，迄条歌是迄、那个，安尼细汉，安尼幼幼吼，啊，寒腰寒气，啊，尾来煞变歹囝，啊，你老母尾来咧唱的歌咧吼，啊，所以尾来我就作业吼，啊，然后迄个青少年来话看出去吼，我定定唱一条听啦。啊！但是我会记位置啦，吼！啊，我唱一只歌来吼，较轻松个吼。细汉想养饲伫老母的身边，伊着想彼时的情形，心劳苦，心烦恼，为着你来牺牲，拢是毋忘你的德行。干来过来变歹囝，老母目屎哪天落雨？老路亲像春天甘露，但在尾个变歹个，就要哭出来。
每日为你烦恼，伤心少念祈祷，你减会袂记伫老母安尼吼。先讲一下，啊，我想吼，我都准备甲真像咱个台北酒店较好势吼。啊，大概我若酒店报告的时候，我大概是拢工作报告啦，讲安尼，即站啊，我有咧创啥创啥吼。啊，我拄只吼，迄个李助理啊吼，啊，我咧甲讲。你做，你知影做一个起高的新的职业病是啥物咯？讲我给你用，啊，你想看卖？哦，讲我是起高的新吼，啊，我啊，当伊啊拢做起高的新，啊，尾啊食了有可能什么款职业病？你做会着无？你会着无？来，你看卖。起起高。啊？起起。来，我最起，我是起。起起啊！起起哦，较硬硬的意思啦吼。对。好啦。大概啦吼，又会着就是讲，可能目睭会都快歹啦，哦，啊，即支手掉掉安尼吼，迄到尾啊，即个关节甲即个关节拢会受伤啦。啊，若搁较老嘞吼，人常要行是安尼尔吼，啊，我若搁较老嘞行，可能变安尼啦。啊，即恁可能拢想会着啦，但是我甲你头讲一个秘密吼，齿科医生的脚掌拢挂细病啊。一边挂病，一边说，你坐咧歪一边吼，啊，一世人拢讲这边长，那边难吼，所以吼，拢是倒病会较大病，正病较小病，唔先等下你来我看卖。啊，当然啦吼，你来咧，有时你来去靠你的齿科医生看，所以你嘛先甲消遣吼。不过，我听人讲齿科医生的脚掌大小病，敢有伊啊？好。啊，恁知影吼？我酒店的头尾吼，红酒酒店的头尾大概是差不多6个月吼，6个月。6个月就带这个病嘞。啊，恁知影酒店这个病啥无？啊？烧虾啦，又该烧到这个款。辛苦。啊，是真正来烧虾吼，我足认真嘞啦。来，我即摆介绍阮即摆来参加的诶，阮台南区的朋友啦吼。戴明帝先生，大家好。做一个中医当中真好个建议吼，拢唔免烧酒哦。到位若要游行，到位若要抗议哦，我若是都爱你也来，逐摆就安尼吼。戴明帝先生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杜江林先生吼。哎呦，你害我烧声啦！你害我烧声啊！好来，啊，淑金姐来。影响健康。对囡仔，对伊个囡仔吼，甲看甲即个变大人吼。啊，我一摆嘛安尼吼，一个囡仔生啊，我甲看到安尼变大生啊吼。啊，有一摆看伊过来吼，我会感慨啊吼，哦，你会大，我会老吼。我讲哎呀，你真正是我对囡仔甲你看较大尔。啊，这个囡仔嘛真巧呢，伊一个家庭吼，伊讲生啊没事。我是予你囡仔看惯，啊你哦，你是少年，我看你个老。好，继续来，请行起来。因为啊，做张晋洲，伊就是伊老看个老年纪啊。啊，我原来吼，我即摆在杭州吼，我拢有一个小撇步啦。即摆一直讲吼，啊，先生在五先生吼，哎呀，你若不方便出门，叫太太。太出来安尼吼，啊，即车有时嘛，那玩了好哦。后来，说张潘金霞，哈哈。后来吼，啊，佫就罗灿，罗先生哦。伊是迄个林芳，陈林芳的姐夫，啊，是咸水。啊，我刚刚安尼等了长期同几摆了吼，啊，我是足烦恼讲爱咸水要来变啦，啊，结果直接看到伊，我足欢喜的吼。啊，搁一位啦吼，恁大家嘛吼，即两三四五对嘛，大家吼。啊，其实吼，每一个都非常宝贝啦，每一个人今仔日咱坐到遮，拢总是非常好宝贝吼，因为咱知影讲，伫即款的环境吼，啊，咱长期的迄款安尼个惊惊的心吼。啊，讲肯打出来吼，啊，伫即个安尼台湾，特别有上界大个希望是敢打出来人吼，
非常钦佩哦。来，大家家己拍好来。啊，佫一个好消息哦，我有去找到两个原住民，哦，阮台南州恁其他周边咯，我唔知哦。但是阮台南州吼，以后原住民，我要甲改做原住民，住是主人的住。哦，阮要安尼做吼，原住民哦，我有去找到两个原住民的查某囝吼，因妈妈是周族，周族即卖是台湾原住民数量上少人的一种哦，伫阿里山。啊，这个太太吼，伊的先生是日本人。啊，这两个拢共生三个查某囝，啊，第三个查某囝较细汉，即摆还要读高中吼。啊，剩的两个吼，拢总已经咧读大学，一个准备毕业啦。日语讲到有够好个啦，所以我问我讲，来，两个拢来。哦，啊，因两个查某囝吼，不足水个，一个生爸爸足水个，啊，一个生妈妈足水个。所以吼，我想讲，即个安尼，啊，赶紧甲招入来吼，啊，真可惜，即礼拜因拄好考试啦，啊，了后礼拜日都母亲节，所以即礼拜即摆就当来，但是后摆咱节目嘛，讲直接就当各位介绍吼。因为我拄则咧看哦，奇怪咧，啊，歌啊叫咱电视剧先亲像吼。啊！我才准备，我才教育，阿姐叫先，先来讲，他拢同款啦。啊！但是我教育我是有感到我啦。咱拢常讲到这样，笑讲啊，他们咧安善沙啦，哦，啊都变合作啦，哦，啊都安尼，大家拢安尼意见足强，主观足强，怎安怎咧吼？啊！我有咧思考这个问题吼，讲这个原因是不是吼？咱对细汉吼，咱伫学校内底吼。啊，六间小学，六间五六十个，甲你排一间，哦，啊，然后这个中间哦，啊，就竞争这个班长啦，这个副班长啦，啊，这个风气鼓掌啊，什么鼓掌？啊，但是呐，照我的经验哦，那我做几个就嘛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哦。啊，但是照我的经验哦，讲什么伊啊做伊做班长啊，先哦，啊，就因阿爸医生啦，哦，伊做班长啦，啊，就因阿爸二长啦，哦，啊，伊做班长啦，哦，因阿爸什么长啊？啊！你即摆安尼袂哦，嗯，啊！你怎啊好，副班长也好，风气鼓掌好，伫囡仔时代，你安尼甲用安尼甲分化袂吼？囡仔拢咧学啥？诶，我是班长牌哦，报三四个足好，剩咧拢臭狗。副班长牌哦，报三四个足好，剩咧拢臭狗。风气也卖甲伊，我即来即个话哩，从小都在学这个东西，拢总是，咱一直咧用分哦，一直咧用分哦吼。咱的囡仔吼，对细汉从非常缺少迄个真正迄个社交活动，正常的社交活动吼，伊迄个囡仔成长是非常重要。啊，你即摆甲你分这个啥，这个啥，啊，囡仔就家己搁分这个什么牌，这个什么牌，啊，迄个六档内底吼，这间内底可能较有熟识，啊，这间内底有熟识，这个死党这几个较熟识，剩的拢总无啥咧熟识。所以咱的囡仔长期缺少迄个社交正常的社交运动吼。啊，佮防安尼文化吼，一接触产生嫉妒，你有甚物了不起？你做班长，你那八路医生啊，管那八路医生啊，我做班长啊。而且我再回想起来吼，真的很严重。所以吼，迄个以后我咧想讲吼，咱咧到来变来，当讲咱有跑，咱有咧团结，有咧团结，通个主人讲我安怎做吼？上面个放牛班千万唔贪。哦，你讲一个，迄个囡仔才细汉，啊，你就来讲，就是放牛班，这个年纪的阶段的表现，哦，有可能较无亲像其他的人安尼，哦，还是讲这个囡仔潜在一般能力是一个适合走马拉松的选手，啊，你叫所有人拢准备走短跑，大家的几个月点进来，再从他下出来，无人有法度啊。啊，那这款囡仔，伊的潜能是适合长跑的囡仔。你一要求做一百公尺的冲刺就无法度啊，结果伊伫即款做法内底，他就被淘汰掉了。被淘汰阁无要紧，阁甲你歧视，哇！要死啊！这囡仔你要叫伊安怎活落？非常严重吼、哦。所以照我所知吼，伫外国的对小学开始吼，爱伫到中学吼，伊原来有文科，哦，就讲一般科，啊，高级科，啊，然后再阁有一个主要科。啊！你伊迄个阶段表现愈好，囡仔，你对一科愈好，你就是要应付愈困难的课题。
啊，所以拢用一般科做标准。啊，你若讲哦，你数特别好，来你数去修迄个资优科，哦，啊，你迄个语文特别好，哦，你修迄个语文的资优科。啊，但你数做好，你迄个运动无一定做好，无一定做好关键。迄个读册无做好，运动做你去修迄个运动的资优科。啊，然后你若谈来谈去，无迄个谈一间课是六十人，乖六去乖六单。哦，我即课。迄、那个我国文，后来国文我是迄个高级班，啊，我来走去参高级班的人，规个做一下。啊，什么后一个数学我是主要班，啊，我参主要班的规个囡仔做一下。哦，啊，那第二班用安尼男，啊，无咧班长副班长来选，做后边一老老大哥在背后监视你哦，吼，你老师啊，吼，你足可怕哦，对囡仔时代，咱都是这样长大，难怪我们很难有团队精神呐、啊。哦，你当时看来看咧咩嘛？所以我提醒讲，咱若做做讲，咱咧跑吼，咱来当教咱的理想吼。我想下一代重新全部再造，当然比较少发变的。所以这是一款咱的被殖民状态非常可恶的分化。你今仔时代来变哦，咧写东啊，一栋，写东啊，一栋。啊，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。哦，到尾吼，大汉了后，一个毒素已经入去咱的理想。哦，你搁较安怎成熟，还是没有办法脱离那个阴影。哦，所以我有时咧想着这，我心肝足艰苦。我想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。啊，当然你若讲每一科拢总咧分三科，有普通科、高级科、迄个主要科，逐科拢在咧分。啊，囡仔选着，逐学期要开学进前，老师就一个叫来，你顶学期啊，啥物表现，啥物表现，后来你即科去读。讲过，即个去读主要科，即个另外即个去读高级科，用安尼类，我们的教育资源要更庞大，啊，老师就别咧五四三都清清菜菜，哦，所以伫迄个教育方面吼，未来咱的愿景吼，唔盲讲啊，咱家己跑，啊，咱要安怎好咱的囡仔，才是真正的新做主，啊，每一款的材料当中是重视，哦，啊，伫囡仔成长内底。除了讲透过运动和学习团队的精神以外吼，哦，囡仔伫迄个成长中，一直到成年以前，培养他的自信心。咱看出来讲，即款中国教育吼，也是无所不及打击你的自信心，你足苦哦吼。所以伫外国人咧巴不得保护这个囡仔自信心，差不多会使讲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吼，迄个咧相对较悬的人，比如讲啊，囡仔上老爹，囡仔上老师，吼，是囡仔上一般小的人，所有的人拢降低姿态，哦，给囡仔伫迄个成长阶段，尽量怀着自信心，对家己自信，对周围人的自信，对这个社会的自信，甚至对这个国家的自信，你若安尼出来一个完全健康，就说咱看你看吼，堂堂正正的咱中国人吼，写甲咧规标吼，啊，结果若出来，大家拢安尼完全无变。哦，迄个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巨大吼、哦，啊，一寡外国囡仔来遮，一个看气质就是无同，迄真奇怪。哦，按遮也无读比导演那个侪，按但你看看气质完全拢无相，一般自信满满的心非常重要吼、哦。所以我是讲，大家拄好我两个找拢同款项目啦吼，啊，伫教育方面吼，啊，是讲伫音乐方面吼，拢真心希望啊。啊，我咧想咱的后摆是五月二十啦吼，五月二十有一摆培训吼，啊，我咧搁较加油啦吼，啊，真希望吼，咱在座啊，知影讲咱的工作的迄个价值性吼，对台湾进步的价值性吼，啊，所以我真希望吼，不管你是倒倒位出来吼，然后转去然后你的朋友吼，认真甲讲，上好讲甲大家听起来拢差不多同款的数声，几多声？